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探讨《道德经》49章，这一章小标题是慈悲大爱，善待一切众生。这是蛮重要的心态，也是我们要练习去做的。真正的体会到，进一步你就会去练习行道。一下子没办法做到没关系，我们就是勉励自己往这方面去做，自然的我们的心灵品质就会不断的提升上来。你真的去体会，然后真的练习去做，你才会是真正实际在体道悟道行道，浸泡在道里边，你的生命自然的就会净化跟脱胎换骨，你的生命自然会提升到高等的心灵。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第49章，慈悲大爱，善待一切众生。圣人无常心，一代性为心。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得善。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得信。圣人在天下，习其言，为天下存其心，百姓皆著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49章，白话解释。有道的圣人，不为一成不变，固执的墨守成规，会看各种因缘情况而调整，把百姓放在他的心中，体恤民情民需。善良的人，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局限在什么是有道的圣人啦、啊，那我们是个凡夫啦、啊，我们不可能做到，不要有这些局限，而是要让我们逐渐的淡化那个自私自利小我，让我们见贤思齐。这里老子一样跟我们讲出我们可以学习参考的这种方向目标，怎么样去见贤思齐，怎么样从现在就练习去做，这才是真正利人利己呀、啊！这里我们来解析一下，老子是生活在什么时代？是在春秋战国的时代。那时候你看哦，整个的中国的广大地区分成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国家，而分的国家越系列，各种战争冲突就越多。老子呢，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战乱纷乱的世界里面，
事实上他所生的国家是一个小的国家，成这个国家，但是没多久就被其他比较强大的国家并吞了。老子他是出生在不稳定的这个时代，但是呢在这不稳定的时代，老子他就是用一颗慈悲大爱之心善待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我都慈悲大爱善待，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人，我老子都慈悲善待。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战乱的世界里面保持他的清流，不会被卷入那个周朝王宫里面的权力斗争。这就是因为他能够平等慈悲大爱，他的生命呢绵延几千年还是一样，让世人感受到老子这种平等慈悲大爱，所以就有很多的众生跟他敬仰跟学习。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高等的智慧，这种胸襟气度，要超越各种二元对立。请大家一起念一遍，起。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有道德圣人，不会一成不变，固执的墨守成规，会看各种因缘情况而调整，把百姓放在这里我们大家要学到的就是，我们要从过去的那一种自我的习性运作里面跳脱出来。一般人的自我习性运作往往是这样哦，别人对我们好，我们会对别人好；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好，往往就怎么样？以牙还牙，报复。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被外境牵着走，你就成为境界的奴隶。这就是所谓的轮回，以牙还牙。别人打你，你不甘心，你又打别人，别人也不甘心，会再打回来，然后就在那里打来打去。这个叫做轮回。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前面我们有讲过因果，这些因果能不能来到我们这里就转为都是善的，那就看你有没有这种智慧，有没有这种魄力决心去突破，跳脱出过去那些习性运作。所以这一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跳脱出那些过去的习性运作。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曼德拉的启示，虐待27年的仇人曼德拉一样宽怀慈悲大爱善待，没有那些报复之心。虽然虐待了27年被蹂躏来到家破人亡，但是当有一天他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权势，他不是用他的权势去报复啊，是用他的权势来跟普天下的人示现，我们真的要来到用爱己之心去爱天下每一个人。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谐，从我们现在
开始做起。你要超越那些二元对立，从现在，从我们开始做起，而不是去报复啊！你用武力、用武器，没办法解决的，那个只是会恶性的循环。所以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学到高等的智慧，慈悲大爱善待每个人。这就是《道德经》四十九章这一章告诉我们的，不管是善人不善之人，我们都要慈悲对待，但不是没有智慧的在长养对方的欲望欲贪，不是那一种啊。你没有智慧的长养对方的欲望欲贪，那你是害对方一直在自我膨胀，然后越来越嚣张越狂傲，这样不对。好，所以是要有智慧，然后慈悲善待。我清楚知道你在骗我，你要骗我让你骗，那因果你自己负责，但是我不会卷入你那些是非里面，我做生命的主人，我还是一样慈悲善待。这个不容易做到，但真正要学的就是要往这方面去练习做出来。像德瑞莎修女，你看呢，她是波兰的人，从青少年的时候单身一个人，没钱没有权也没有任何的势力，然后就这样到有需要他服务的地方来服务，所以他就从欧洲那边到印度。他有的就是只有一颗爱心，无我无私的奉献付出，就是他这颗纯净的心，无我无私的爱心，没有宗教界限，没有种族隔阂，没有国家的界限，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敌人，只有有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家、穷人、受难的那些人，哦，这些人需要他去回馈协助，然后他就无我无私的去做。他虽然有他的宗教背景，但是他不用他的宗教背景去灌输别人你要来信我们的教，他不是这样，他是真的无我无私的去做。所以他就跟那些百姓讲，我不会要去改变你们任何人的信仰，你们任何人信仰我尊重，你们照常信仰你们的，只是你们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就无条件的来帮助，我只是在做回馈。所以你看，就是这种胸襟，没有宗教的界限，他不会强调那些迷信，他只是凭着他的良心，把真正的真理，把真正的爱心实践出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是实际去做啊，不是在那里唱高调啊，不是在那里强调他修行境界多高多厉害啊，要人追随，不是这样啊。他真正的把爱、大爱之心再流露、再做出来，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圣人在天下，习其言，为天下闻其心，百姓皆助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有道的圣人是憨厚。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不要只是学一些抽象的观念之见，然后要去展现我比别人行，我懂得比别人多，把自己变成为好像很懂道德经的专家，解析怎么样的细腻，自己这样才正确，别人是错误。
那实际立缘对境呢，处处在展现什么，自己却看不到。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真的去体会，然后真的练习去做出来。你可以向古今中外的那些伟人来看起学习，向那些高等心灵的人来看起学习。如果你能够看懂天地以身作则的视线，你也可以直接跟天地看起学习。这里用一些资料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在中国开一带一路的国际会议，世界有很多国家的领袖还有政要大家来参与，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也向世界各国展现出非常友善的理念，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们全世界都是什么命运共同体。当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包括那几天整个的过程一些报道啊，我都有用不少的时间去关心去了解，我觉得非常好。加上后面又有这首和平颂，当我看到一带一路倡导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有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觉得哇太好了。看到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人士，大家没有隔阂没有界限，大家同聚一堂，像兄弟姐妹一样，大家都是一家人，这个非常好，给全世界释放出非常友善非常祥和的正能量。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具体的实践，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全世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个不是口号啊，是真的去做。当我看到这些场景都很感动，觉得很好，我们就是要实际去展现，跟全世界大家就是一家人。大家感受一下这些天使他们的纯真他们的和谐。天得和以清，地得和以灵，这个和谐是要来自于我们体会到生命共同体。所以当把大道的精神特征特性流露出来，真的大家就会往这方面去做了。古得和以风，人得和以生，非常好。所以我们感受那一种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谐，绝对不是用武力去威胁，不是用武力用暴力去对付，不是的，那个没办法达到。真正要让世界和平和谐，就是大家要学会平等心，尊重所有的国家，尊重所有的民族，尊重所有的宗教，大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互相的来爱惜爱护，好，像这样这个世界就会真的充满和平和谐，我们的家园我们这个地球才能够真正的安康乐利和平和谐，我们的子孙也才能够真正受益啊！把这一句朗诵一遍，起。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希望大家好好深入去体会，也真的练习朝着往这方面去做，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对立。而是要来到真的我们都是一家人，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和平和谐。这一章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现在继续来学习道德经五十章。这一章小标题是仁者无敌。当你真正体会到道德经的奥妙它的实用，你会越来越喜欢，你觉得哇，这个道德经充满高等的智慧，它不是抽象的哲学。
不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玄学，不是的，它都是很实际很实用，只是它讲的是希望我们学到高等的智慧，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重视道德经，它真的是很实际很实用，那里面充满高等智慧，就是勉励我们往这方面去做，你的人生就一定会越来越快乐，越幸福，安详自在。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诵，起。第五十章，仁者无疑，夫生如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物？以其生生之后，你看哦，这个都不是说抽象的一些哲学观，而是真实的叙述，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外境会被我们的心态所感召。如果我们是暴力、嗔恨心、二元对立强，你就会感召很多的暴力、二元对立成型的世界。如果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流露出的是慈悲大爱之心，这一种祥和的磁场，它的摄受力包括它的感染力，那都是很强，动物植物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一章这个讲的不切实际啦，不可能这样啦，但事实上是真的可以做到的。这就是要从我们心改变起，我们要逐渐超越那些不平等的心，超越那些二元对立的心。人很多的虚妄分别心，把我们看不惯的人就界定为坏人，把动物界定为低等，这样是不正确的。当你的内心不平等，你就没办法真正的祥和对待啊，你没办法有真正的尊重的心呢。所以那种平等不是嘴巴讲，是要真的去做到。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很感人的故事哈。你看这一头狮子过来，然后跟这个人有非常良好的互动。这里有两页，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它是有动态的视频，有放慢动作，因为时间的关系把它截成为相片，让大家可以了解。真的动物它们都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觉受的，不要把它们当作无情或是很凶猛很凶悍都不讲理。动物一样，它有感情有觉受。这只狮子他小时候是个孤儿，那你看呢，这个妇女呢，她就把他当作小孩子来对待，没有瞧不起他，更不是说宰了他来吃啊，不是啊，是把他当作啊，这是一个孤儿，他是一个小孩子，把他带回来当作家中的小孩子来对待，那把他养大到可以自力更生了，所以就训练他可以自己觅食，后来就把他带到野生保护区，把他野放。那个不是不爱他，而是他们知道，我协助你成长到一个情况，他还是要让他回归大自然，让他真正自由自在过他原本要过的生活。所以你看呢，是在这个过程协助他成长，但没有主宰他。后来就把它放回大自然。两年后，这个养母呢，她觉得哇，太想念这个狮子了，所以她想再到那个野生保护区再去找看看。已经野放两年了，早就恢复她的本来的生活了。但两年后，当她去找的时候，竟然这一头狮子在很远的地方，她就可以闻到我的妈妈来了，他可以闻到那个气息呀、啊。结果就从很远的地方冲过来，过来之后呢，你看一般人都说哇，很可怕的猛兽过来了，赶快逃。人家不是这样哎，是觉得啊，我的小孩子来了，终于他闻到妈妈的味道了，过来了。结果呢，这一头狮子过来，这个不是马戏团里面特别训练的、啊、天性自然的流露。当他看到他的妈妈来看他了，没有种族的隔阂，没有那些、你们是动物我们是人，没有那些隔阂。结果这个动物哇，这头狮子展现出那个很感人的流露啊，
你看，你看那些表情，流露出好想念妈妈，好感恩你，你过去的养育，把我养长大，让我回归大自然，但我还是一样很感恩。然后妈妈又来看他，你看，这个绝对教不出来的。哇，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不要瞧不起动物了，不要去界定动物是三恶道了，要用平等心来尊重万物，尊重动物。它展现出来的甚至比人还更感性啊。当他妈妈把他放下来，他还是一样，就像小孩子在撒娇。希望大家重新来看待万物。这三页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盖人善色生者，入行不欲四土，入君不畏甲兵，四无所投其长，五无所挫其长，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明道之人，参透生死大事，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不抓取；爱护自己的生命，也将心比心的爱护所有生命。心中没有坏人，没有敌人，所以由衷爱护一切生命，散发慈悲大爱磁场的人，走在路上。这个大家要好好去体会，然后练习的往这方面去做。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小孩子从小要多跟大自然接触，你才会有正确的理解大自然跟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还有万物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来看待。如果我们错误的观念之间一直的否定大自然，否定各种动物，否定植物，我们的人生观就会偏颇，我们的所看所知就会很局限，就容易形成偏见。偏见之后呢，以后你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天地，不知道大自然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反过来呢，去污染它，破坏它，伤害它，这样就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万物。这一章节就是让大家更进一步去体会动物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可怕。如果我们真的用慈悲心爱心来善待，你看这个人跟鳄鱼亲吻这个鳄鱼比他体型大好几倍啊，是大鳄鱼。但是要知道这个鳄鱼不是说陌生的，这个鳄鱼一定是从小跟他就有很亲密的关系，小鳄鱼的时候它就用来养，所以这个鳄鱼跟主人都会有很好的默契。猛兽一样有人性啊，一样可以跟人玩游戏啊，
如果你把他们当作猛兽，你很不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他们就只好变成越凶猛给你看。如果你用平等心来爱护他们，你看呢，跟主人一起玩游戏啊，玩水啊，而且跟主人亲亲啊。这个没办法说用马戏团那一套去强迫他，而是要用什么来对待？爱，用爱心来对待。你用平等心用爱心来对待，他们都可以感受到啊，而他们一样都会回馈啊。你看哦，这个是很大型的棕熊，比人都更高啊，它的力量比人更大。但你看跟主人呢一起跳舞，一起玩游戏，这个不是布偶，不是布娃娃，是真实的。你看跟主人握手跳舞玩游戏，跟主人一起玩游戏，甚至跟主人在那里摔跤。所以你看哦，动物都一样有人性啊，你尊重他，他们就会呈现出很友善。哎，这个都是实际的啊，这个不是马戏团里面的哦，都是实际的，有这样的一种跟动物亲密关系，都是来自于平等心跟爱心。这些主人呢，都是把他们当作什么？当作家中的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小孩，那个不是形容，是真的去做。这一对狮子哈，有公的跟母的，母的先过来，应该是以前也是被这些主人养过，后来把他们野放了。当他们来找的时候，你看呢，这个母狮子先冲过来，公狮子在后面过来呢，你看跟主人就是拥抱啊。这个都是在野外地区啊，不是马戏团那些刻意训练的啊。他们呢，这些动物一样，他们都懂得感恩，他们都懂得人类你散发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磁场，你这个是很友善的磁场，他们一样都会回馈友善、慈悲、大爱。而后来这一头公的狮子又过来了，过来一样哦，跟过去曾经养育过他的主人恩人一样啊，热情的拥抱啊。这些都不是造假，都是真实的记录。但是要知道，这个都是这个狮子在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它当作小孩子来爱护它、善待它，然后把它养到它可以自力谋生了，就把它野放，不占有它，让它自由自在的去过它的生活。啊，有因缘再来看它，啊，看它的时候，你看狮子一样感受到家人的重逢啊。那结果两头狮子跟这个人就抱在一起在那里打滚了，你看多感人啊。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看待万物。这个蜜蜂，蜜蜂我以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我对蜜蜂因为有经过很深入的观察了解，我觉得哇，他们非常的友善，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扮演他们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地球上，他们这个族群真的是立下了很多的大功，而且呢，地球上所有的动物、植物跟蜜蜂的奉献付出都受益啊。当我深入了解蜜蜂他们的特征特性，了解他们的重要，所以十几年来常常都会做蜜蜂的代言人。我不是去做那些什么厂商的代言人，然后可以赚很多钱，我没有去做那些啊，而是做蜜蜂动物、大自然的代言人，来做一些介绍。哦，我代理过这么多的角色，我都没有赚到钱呢。不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帮他们代言啊，协助人类更深入、更正确的来理解，
然后让这个世界呢，哎，能够越来越和谐。大家了解蜜蜂的重要，我们不会随便喷农药去伤害它们。这个族群对地球、对人类、对动物都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蜜蜂它的启示，呈现出来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个大家好好去体会。以前也都陆续有跟大家介绍蜜蜂它们的重要啊，让大家好好去体会。我观察到蜜蜂，哎，这是在马来西亚拍到的蜜蜂，来，大家仔细看一下哈，这是马来西亚的蜜蜂啊，这是在东北吉林那边拍到的蜜蜂，你们看看这两者蜜蜂有什么不一样？啊？一个胖一个瘦？不是的，你觉得马来西亚他们就食物就比较少吗？不是，而是哈，因为我观察到哈，马来西亚的蜜蜂，因为他们是热带地区嘛。所以他们穿的就很少。你看呢、啊？他们穿的很少，东北这边天气比较冷嘛，所以他们就穿着毛衣啊。有没有？所以这么微细的我都有观察到啊。所以我觉得哇，蜜蜂这个族群太重要了。当我们越深入去了解之后，你会不会怕他们？不会怕他们，不但不会瞧不起他们，你会用感恩的心来尊重他们。因为你会看到他们对这个地球，你看到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然后帮农作物、帮各种果树传播发粉，让我们有更多甜美的果实可以享用。这都是蜜蜂他们实际在奉献付出。所以希望大家正确的来理解，如果你错误理解的话，我们就会瞧不起他，怕他啊，有的就会用各种方法来灭他们，这样是不正确的。像人类现在用各种农药还有那些杀草剂，这个对蜜蜂来讲都是很严重的伤害啊。当蜜蜂族群大量减少，人类都会受到灾害。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一样啊，我把蜜蜂当作恩人啊，感恩他们。当我在吃苹果的时候，哎，他过来跟我分享，他过来吃，一样啊，我就跟他分享啊，就好像有客人来啊，请客人啊，不是把他赶走或是把他捏死，不是这样。好朋友来跟好朋友分享，大家共分享，独乐乐不如与蜜蜂同乐。哦，所以我以前住的地方，哎，有蜜蜂来，这是我们房间出来门口上面，哎，他们就在那里筑巢。一样啊，他们从来没有叮过我啊，大家都相安无事，都是一家人。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不会伤害他们，我在那里每天进进出出，一样他们都很自在啊，感受到这是家人啊。有一次到马来西亚那边有因缘，结果呢，这个不期而遇的一个场景，那时候就有这样的特殊的因缘，整箱的蜜蜂至少应该有3000只以上的蜜蜂，然后哎到我身上来。下面这些资料哈，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去试验啊，不要随便模仿，你一定要来到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你对蜜蜂要来到感恩他们、尊重他们，对蜜蜂没有任何的畏惧害怕，而且知道他们是恩人，你散发出来是友善的感恩的心，不怕他们的心，你才可以。所以你心里要有相当的一个准备，而且这个不是刻意训练出来，你要真的感恩他们，所以你不会害怕他们，那你散发出来磁场呢，他们可以感受到。所以他到我们身上来，包括
把我的身体哇整个都包围住，他们不会伤害我。当然养蜂场的主人他们的引导蛮重要的，就这样，哎，哇，那些蜜蜂逐渐的一直往上。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蜜蜂也都真的会叮人，但是我把它当作恩人，感恩他们，慈悲善待他们。当整个过程半个多小时之后，那个蜜蜂的主人问我，因为以前他们是有专人在表演给外面的游客看，所以那个农场主人问我，你有没有被蜜蜂叮了？我说没有啊，都没有被叮啊。他说哇，那不容易哦，啊，很好。我问他，那你们以前表演会被叮吗？他说会啊。他说他们通常一场表演被叮两针算是很正常的。哎，结果哎，我这样一个过程临时客串，竟然哎，蜜蜂都没有叮我，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我们要善待一切众生，然后来到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好，把最后这一段大家一起朗诵一遍作为结束。起，能不能做得到？对，勉励我们自己往这方面练习去做，你真的会越来越开心越快乐。好，祝大家幸福美满。放下儿女情长。